主料大于200克，辅料葱花、细盐、色拉油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非带鱼一条，浇盖鱼洗净，加入适量姜片，上蒸锅蒸8分钟，取出蒸好的带鱼，撒上适量葱花，加入适量细盐，将色拉油煮至冒青烟后，淋在带鱼上面即可。一份简单又葱油带鱼完成。烹饪技巧，热油的时候要注意，先大火加热，再转小火加热，这样子微健康一点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